山海有情，天辽地宁。辽宁这片文化的沃土，有太多的文明瑰宝等待人们去探寻，有太多神秘的故事等待我们去讲述。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，第一只鸟从这里飞起，举世闻名的牛河梁遗址。 作为中华文明古国阶段，第一阶段的代表，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向历史纵深推进了五六百年。我们坚持以文塑铝、以铝张文，文体铝全面协调发展，在中国日报社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下，辽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展现出了 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生机，迎来了大发展、大繁荣的生动局面。